《尼希米记》第四章，一战参巴拉听见阮起声唱，就大生气、大痛恨，踢笑犹太人，对伊的兄弟甲撒巴利亚军兵讲：这软弱的犹太人要做啥物啊？要保护家己吗？要献祭吗？要自己成功吗？要对土堆中提出过火烧的石头来过去吗？三节，阿文人到边啊，徛伫身边讲，因所起的石墙，若有一只狐狸上去，就要打倒。四节，阮的神啊，求你垂听，因为阮予人看轻，求你予因的诽谤归伫因的头壳，予因伫受掠的地拄着枪击。唔通压砍因的罪孽，唔通让因的罪恶对你的面前撤销，因为因在起造的人的面前激动你的生气。安尼，阮起造城墙，城墙就拢联络，关到一半，因为百姓专心在做工。七节，参巴拉、杜宾啊、阿拉伯人、阿文人、阿实杜人，听起修理耶路撒冷的城墙。下手在进行，波塔破起的所在就真生气，大家做伙计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，互城内扰乱。九节，总是阮祈祷咱的神，佮因为因的缘故，就派人过守，每日提防。犹太人讲，派下配犹佮济，但地的人已经无力，所以咱袂当起做城墙。十一节，咱的敌人佫讲，趁因毋知，无看到，咱入因的中间，杀死因，互做工的拢煞。遐挖进敌人徛起的犹太人，十摆对各所在来见阮讲，恁的确着倒来阮遮，所以我互百姓各教宗族，也刀、也枪、也剑的徛伫城墙后面低的所在。十四节，我观察了，就起来对贵族官长甲其他的人讲，无咧惊因，都记得主是大个通惊的。恁都为着兄弟、囝儿、某、家产来征战。十五节，受得听起阮知因的心意，看起神也破坏因的计划，就无来。阮拢倒来到城墙遐。各人做各人的工，对迄日起，我的萝卜一半做工，一半夜枪、挂灯牌、夜剑、穿盔甲。官长拢徛伫犹太正人的后面，起做城墙的、打地材料的，拢一手做工，一手夜军器。十八节，起做的人拢邀派刀起做，分扫各个人伫我的身边。我对贵族。官长甲其他的人讲，这个工程跨大，咱伫城墙顶三里真远。恁听起扫角的声伫倒位，就聚集到阮遐。咱的神要为咱征战。二战对安尼，阮做工一半夜兵器，对天光直到星出现的时，迄时我阁对百姓讲，各人甲伊的萝卜。都伫亚罗萨岭秀美，通伫透美保修馆，日时做工。安尼，我甲兄弟罗伯，甲对我的护卫兵，拢无脱衫，出去抢水的，也带军器。